离湖而建的棚屋村孔古米拉尔多是委内瑞拉卡塔通博地区的一个原住民社区。当你在白天来到这美丽的马拉开波湖，眼前掠过这一幕幕的悠闲景象，心中一定在默默地感叹，这面朝大湖，春暖花开之地，还真是个不错的旅游风景区。可事实恰恰相反，卡塔通博地区每年接待的游客不足千人，留宿者更是凤毛麟角，这一切都怪那该死的闪电。孔古米拉尔多村位于卡塔通博河与马拉开波湖的交汇处，这片水域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沼泽地，由此产生的大量臭氧与安第斯山脉的雷云碰撞，使得卡塔通博的孔古米拉尔多区域每年中约有140至160个晚上都会发生闪电，并且每小时的频率高达280次。根据常年潜伏在卡塔通博地区的科学家计算，闪电形成的最长电弧达10公里，其强度约为40万安培，远远看上去就像上帝在怒吼一般。每次的雷暴往往要持续几个小时，不过当地的委内瑞拉人并不会因此而彻夜难眠，因为卡塔通博闪电最大的特征便是没有强烈的雷声。目前还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卡塔通博地区的这种雷电现象会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孔古米拉尔多村也从未出现过村民被雷击中的事件。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世界各地的游客在面对这难以置信的自然奇观时纷纷选择了却步，这大概是卡塔通博地区除了闪电以外另一个未解之谜吧。